吃奶的时候，就是天天一定要，你得做的得劲儿，你得劲儿了，宝宝就得劲儿。给给，我就从60啊，一会儿吃妈妈奶。他那个吃我的奶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每次过来的时候哈，抱在怀里，他得先那个看一看，看看我估计是看是不是妈妈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那个，就是吃上了之后，他就一直在这儿看，啊，吃一会儿这行，没有任何人打扰，这都可以。要是有人说话，我跟别人一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就这样，就不愿意，特别有个性。我这是有性格。不要打扰我吃奶。你让我妈有的时候小孩抢转移注意力了吗？吃奶也叫聚精会神啊。哎呀，打出来了。哎呀，这盒打的。他特别的大，看看吗？不错，哎，那给他点脚，让他往回让奶。